天杰地灵，这里风景如画，这里万亩杏花竞相开放，这里白水大杏名扬全国，这里就是樊氏县赵庄村。赵庄村位于樊氏县县城北部，全村三面环山，背风向阳，昼夜温差大，日照时间长，空气土壤质量优良，独特的小气候造就了天然的绿色生态环境，历史上就是有名的杏果生产之乡。樊氏白水大杏各大形圆，淡黄透白，略坠红色，皮薄肉厚，质细汁多，含纤维少，味甜醇香，并含有果酸、果糖、蛋白质、钙、磷、镁、铁、抗坏血酸等，目前已远销北京、河北、陕西、大同等周边市县。2014年，赵庄村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行列。四月的赵庄，洁白如雪，景色如画，杏花香来杏花白，十里杏花惹人醉，漫山遍野的杏花竞相绽放，仿佛铺锦流霞的仙境一般。万亩杏树环绕着富有生气的赵庄村，宛如一朵朵漂浮的祥云，润泽着这一方水土。为了进一步壮大大杏产业，打造原生态地域品牌，擦亮美丽乡村名片，推出生态旅游新景点，佛国杏花香，呼园原生态，山西樊氏白水大杏原生态产品系列宣传活动。樊氏县依托樊城镇赵家庄村白水大杏产业基地，以杏花美景为宣传载体，以原生态产品为宣传核心，以杏中珍品为宣传主打，推出以文化、旅游、体育搭台的杏花观赏、摄影比赛、诗文笔会、书画写生、文艺表演、名特优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。盛夏的赵庄硕果累累，一派丰收景象。大杏杯、民歌、民乐、民舞三民舞台艺术大赛、大杏采摘活动暨杏王评比拍卖活动、环滨河公园半程马拉松赛跑、徒步登山等活动，将为热爱旅游、喜欢生态旅游观光的您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我们希望您走进樊氏，了解樊氏，融入樊氏，发展樊氏。樊氏，欢迎您的到来。